这家拉面在我吃过的拉面中能排前五吧，第一是谁不好说。浓浓的鸡汤的拉面啊，刚吃完拉面啊，然后今天晚上是老婆做饭，所以说陪她来这个附近的超市买点菜。刚刚路过一个类似超市啊，停车场都停满了，特别火，我跟某特一就进去了，就想着这家一定是一个很有特色的超市。结果到门口一看，是一家那个赌币厅、游戏厅，尴尬了。看到这种里面有十个哈，准备给老婆整一个，很开心。给老婆，她想吃桃哈，说进去吃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金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哈。吃完拉面，然后买完菜。就回家了。今天为什么吃拉面呢？是老婆主动要求的。因为老婆有一个小笔记啊，她在上面写着，就是孩子出生之前应该抓紧做的事。第一件事呢，就是珍惜跟我在一起的两个人的时间，因为可能孩子出生了之后，两个人的时间就相对少很多，所以说这是第一件事。第二件事呢，就是吃拉面。因为啊，小孩出生可能带那种婴儿去吃拉面实在是很少见，所以说在那个孩子出生之前多吃拉面也是他的一个小愿望。具体还有什么愿望还不知道，还没有告诉我。さっきはなぜ今日ラーメン食べたのかみんなに教えてあげた。なんで？子供産む前ラーメン食べるや。疲れた？もっといい。あれ子供産む前に。二人の時間大切にして、うん、とラーメンとか食べて他何があるか、うん、家の掃除したい。嗯，そう。で頑張れ。モトイ開始做饭了哈，然后第一反应他的菜板放哪里他都忘记了，看来是好久没做饭了。え、ワクワク楽しみのご飯作るのは。感觉技术都生疏了啊！我特意今天做一道料理哈，日本料理叫尼古豆腐，肉豆腐，其实就是寿喜烧的迷你版。然后再来一个土豆泥的沙拉，昨天做的那个麻婆豆腐还有很多，然后我再来一个拍黄瓜哈，这就是今天的晚餐了。気をつけてな。啊，所以呢，小金家的晚餐出炉了哈，这个就是老婆做的肉豆腐，然后这是他做的土豆泥沙拉，拌个黄瓜，开饭了。そう。嗯。明明結構いろんな料理に使わない？使わない？日本食は結構何でもみりん入れるイメージです。嗯，なんか。みりん少々みたいな、なんかよく見る。今日先めっちゃ面白いよ。俺と見たことある。うん、映画版。あんなクソもんクソみたいな。映画はクソ。絶対見ない方がいい。いや、ごめん、ちょっとまあ。びっくりした。いや、なんか見たことあるんだって思ったら、あんな広い映画の方を見てたと思わなかったわ。なんで？びっくりした。ちなみに。アニメっていろいろ映画化するやんか。暗殺教室は一番悪いっていう中に名前が上がるぐらい悪い。最悪映画化。私はもうほんま許せへん。もう。饭后切点吃个桃吧。我是想拿那个刮土豆皮的刮，老婆说用刀切。いける？無理？じゃあどうしたらいい？吃的很小口哈，懂？妈妈，看样吃的很开心呐。哎，葡萄都是我吃啊，桃的话吃两块。平淡的一天就这么过去了，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？
老婆在厦门备课哈，所以说我在二楼给大家录个结尾。最近头发就有点长了，然后明天又得去理发去，差不多一个月理发一次哈。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或者美好的白天，也希望大家能够点赞关注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小金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